换成是小凯，就是小凯是一个不太会更多的说语言交流或者是什么样的男生，但是呢他的头脑非常清楚，而且他把所有事情都看在眼里，他是一个全能性选手，就是后厨李老师需要帮忙的时候他可以去做菜，对，他厨艺也不错，非常好。其实可能剧集里面没有剪，其实我们后来我有请他帮忙，中午的时候请他帮忙做鱼香肉丝饭。哇，对，我因为我实在是真的是不太行，后来我就说我小凯可以帮姐姐做一饭吗，他说太没问题了姐，然后他就鱼香肉丝饭就一直在炒。哇，这是我出很多汗你知道吗，就是他进来后厨之后他看完了之后他会出去，过一会儿小紫就进来了就说姐姐我来帮你擦汗，然后可能默默的就会拿一个冰的珍珠奶茶就摆在我的那个案头那儿，他转身就走掉了。他细心到这个程度，他可能觉得他毕竟是个男生，他直接给你擦汗有那么一点不方便，然后他会告诉小紫让他过来。是的，这个男孩子是有多细心。所以你觉得我能不照顾他吗？能不对他好吗？就是每个人其实都会是这种情况。